perfect game for hanging out during the weekend. So Shane, how do you usually spend your time with friends? Well, you can find me on the basketball court if I'm not playing video games. I'm no hooper, but I think you'll enjoy Dunk City Dynasty. It's great fun to play with friends anywhere, anytime. Yeah, that's right. Dunk City Dynasty is not just a typical street basketball game. It is an officially licensed by the NBPA, and it has all of your favorite basketball superstars, such as Stephen Curry, Giannis, James Harden, and many more. This is what makes this game so special. Okay, hang on. Yeah? Looks like the game is about to start.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女篮的韩旭。全明星接球派对即将正式开启，这么精彩的接球对决，怎么能少了咱们遇强则强的女篮球员呢？就让我作为代表来好好会会他们。来接球。作为一个篮球爱好者。 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跟篮球巨星们同场竞技更让人兴奋了。为了达到顶级的竞技体验，我们联合了 NBA 官方球员工会，将超多 NBA 巨星们以及他们各自的技术特点还原到了我们的游戏之中。无兄弟不篮球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设计理念。我们设计了11分赛、球馆赛等一系列比赛模式，在游戏中大家既可以一键匹配，通过局内语音结交好友，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朋友，一起组队开黑。 组建你们自己的专属球馆，大显身手。在还原球星特点的同时，打造一个平衡的崇尚团队合作的战斗体验，是我们核心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对很多球星的招牌动作技术特点进行了逐帧拆解和深入分析。入库里，他从一名年轻的投手一路走到金州王朝的可靠领袖，这一历程在游戏中被我们浓缩为了永不言弃这样一个强力的技能。 杜小帅又给恶魔点赞了，我要把它复刻到大厅的动作里。为了突出派对的感觉，所以我们在球员的待机动作设计里也埋了非常多的彩蛋，比如复刻了库里偷听战术、汤普森安排的遛狗的动作。当然，还有我们饼皇卡佩拉玩披萨饼的画面，希望大家一起享受一场狂欢的派对。我们很看重让玩家在游戏中也能体验到真实激烈的碰撞对抗和灵活流畅的动作手感。 所以我们定制了一套基于多角色、多部件的动作系统，搭配高精度的动作捕捉和自动演算系统，能够更到位地还原出 NBA 球星们的动作细节，也让整体的动作手感更加的顺滑跟手。刚才我试了一下，这个挡拆的碰撞感还有待加强。在技术上采用了一系列前沿的技术，包括多线程渲染 （Rematching）、 超分技术以及 VIS 等等技术。 使得我们的游戏能够在 iPhone 5S 以及百元安卓机等设备上实现高帧率、低能耗的运行。我们希望这款游戏传达的是青春、活力、激情。在画面呈现上，我们对大量的街头潮流元素进行了提取和再设计，既保留了涂鸦的设计形式感，也避免了过于地下和老派的那种涂鸦给人带来的厚重感。 游戏当中，我们加入了大量的带镜头效果的终结技表演动画，用丰富的镜头语言和夸张的肢体表达去强化终结技给玩家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在外观设计方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嘻哈的街头风、潮酷风、时尚风，还有一些主题性的各类时装。我相信可以满足每一位潮流的你个性化的装扮和表达。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团队的话，那一定是篮球热爱者。我们从一个非常简单的 demo 开始，一步一步做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全明星接球派对，算是一种把梦想照进现实的一个经历。现在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把这个篮球梦做得更大、更完整。目前游戏已经上线测试，大家可以通过官网和菲律宾地区的谷歌商店下载体验。期待与大家一起在 全明星接球派对相见，这一次让天赋重返街头。So what do you think? Yeah, it's so cool. I'm a diehard Giannis fan.